继续来看高雄林恒一间人家厝，头一个半暝三点外火烧厝，讲哪像有人隔一个汽油弹，火位置楼开始烧，一家口啊四个人，两个老翁婆走有出来。啊！后生是为二楼顶跳落去躲过一劫，但是这查囝是虚拟的火款，讲这个厝主的后生甲人有官司的纠纷，是不是安尼？所以有人调过伊来放火，还佫进一步来追查。消防人员到现场，马上进入去主体，救水线灌救，导火点对二楼开始扩散，消防人员嘛大分推到二楼救出受困者。家己逃出来，一位老太太坐伫边啊，真艰苦。伊的查囝受困伫二楼，不幸中受火害。伊甲翁婿还过后生拢逃过一劫。你这边开枪弹，听砰一声啊！一声，我拄煞爬起，我叫左边去火着，去哩火着咧，火着直直倒啊！这件火警发生在透早三点半，林恒这栋民宅疑似别人弹汽油弹，造成一家伙四个人查囝死亡，后生为着逃生对二楼的窗啊跳落，脚腿受伤。不排除啊是人为纵火的可能，不过依据这个被害人的指数他已经有这个指数有一名可能跟他有目前有发生这个诉讼纠纷的一名这个亲戚友人这个设有重险。后生目前伫病院治疗，是不是因为家人关系纠纷，因此被放火？详细事发原因，警方还阁需要进一步的调查。